界不过是篡改精神的良人，不哭就斟满夜深，放弃一场梦，若红颜就成斑驳的山门，皮囊下的玲珑独自雨纷纷，小姐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哦，不过殿下去见国师了。哦，风师傅，掠影也是你的徒弟。你们师出同门，我不想再看见他，请你让他离开京城。太子想让他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，他愿意为国效力，就让他从军西征。他愿意闲云野鹤，就许他深山修行，让他走。风师傅，我年轻，见识短，经历的事也不多，你应该看出来了，我没有多虑吧。你还记得当时为什么要让静姝做皇后吧？虽然你只在我十二岁诞辰那次提到过，但我一直记得。你说这是你对他父亲所做的最好的交代，也是唯一能让你安心的报答。风师傅，我不忘初心，你也不要忘了初心。殿下，我进去吗？改日再来。殿下近来越发清瘦了，国事虽多，
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还望殷姐代我照顾好静叔，自当尽心竭力。已经回宫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小姐，吃点点心垫垫肚子吧。我不饿。怎么会不饿？你昨天晚上做梦还在缠考板栗呢。小姐，饿着肚子不能做活的，会眼晕的。那人家特意为你做的松仁栗子酥搭配莲蓬百合粥，多少吃一点嘛。你们拿下去吧，我不想吃。试试。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栗子，给你这个。你看，刚才被雨打坏的小花，居然都开了，好神奇啊！山里这种花很多，野兽采烂吃掉，雨水打坏，太阳照进来只照到高高的树，但是它不死。这种花不死，佩服。你说的真好。真的风停住了，夜色远落花的错。青龙潭边野草花，你终究还是绣了这个。他怎么想？和他怎么想没有关系。喜欢一个人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傻孩子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毁了自己的未来。我相信青龙潭边是个美好的日子，可是再美再好再炫目，不过是你生命中的浮云，转瞬即逝。这些年来太子对你一往情深，你也知道他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，经得起岁月消磨的感情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别说了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早知道你要为了一个下人饿死自己，还让好端端的太子陪你受伤，我早就走了。
他不是下人，他是什么人不重要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悲伤、憔悴，不吃不喝，难以自拔，陪他担惊受怕，日夜悬心。你放着幸福不要，就是为了折磨你自己吗？别说了，别再说了。他为我出生入死，交付性命，此刻他独自承受痛苦，我却连陪着他都做不到。你觉得我只是无所事事、无事生非、自寻烦恼吗？他有他的天职，你有你的位置，你能陪他跳火坑吗？我能。那太子又做错了什么？你能忍心伤害他吗？那你能管住自己的心吗？不看，不听，不想，当他不存在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本来他就不应该在你的世界里出现，更不应该留下来。你的痛苦不就是因为他出现才开始的吗？你看看你，眼睛红肿，流血无助，对身边的亲人一概漠不关心，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。你义父，你义父要远征白敌，亲赴沙场，太子出帐朝纲，此时他多么需要你的支持。义父，他要出征，楚子父要亲政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，只想着你自己？师父，要打仗了，我都听到了，师父要去打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要跟师父一起去。师父不是要我做栋梁之才吗？我既不需要你辅佐，也不需要你保护。师父不带我去，我就自己去。去哪儿？就算我能找到那个人，可是没有完成杀太子的任务，他还是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。我的过去永远是个谜了。我没地方去。大人，您这是？宽哥，陪我喝一杯吧。啊？少喝一点。大人，真在我这破地儿喝呀？啊？无妨，宽哥，这个行吗？这是我的私货。您怎么把这翻出来了？宽哥，我自认是个有决断的人，特别有。可最近有件事情让我很费思量。你说我这是怎么了？难不成我老了？您这是什么话呀？如果太子成器，老就老了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国师大人，您要是这么跟我聊天，我不太敢搭茬啊。
我还是给您倒酒吧。略爷，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您是说像谁呢？你不敢猜的。你也觉得像，只是不敢猜，是不是？我如果他是怎么办？我的个亲娘啊！他们的眼神很像，有一次说的话也很像。如果他是他的后人，我该怎么办？太子让他从军征敌，我是让他去呢，还是不让他去？不知道啊。那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。哎哎，小姐，秘书，怎么了？月影少爷要去从军了。我知道你还在这儿，静女奇书字写了一半，墨还是新的。你听到我来就跑了，对吗？你就是不肯见我。义父安好。你有什么事？你不能让他去。为什么？你也说过，从没有见过像他这种天资的人，对不对？您说过他天赋异禀，世所罕见，可是战场上是刀剑无眼的。所以呢？您不会让他去的，您还没有答应他吧？俗话说得好，男人嘛，志在四方。况且，你一个女孩子，是不应该干预这种事的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是要去卖命的。为国卖命，有何不可？义父，您曾经问过我，我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？我选定的那个人是谁？如果我告诉你，那个人是掠影，你还会让他去吗？
此一时，彼一时了。现在是非常时期。义父，大好男儿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，而你如果真的懂他，应该尊重他的决定。义父，我真的不懂你。哥，静姝，你怎么了？别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受了什么委屈啊？你跟我说。他要去从军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他想离开这，离开我。哥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哥，他为什么要走？你到底还是……我好怕，这不是生离，而是死别。以他的决绝，他不把命拼上是不会回来的。是我害了他，都是我害了他，是我害了烈阳，烈阳。我懂，我懂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对不起。仰望天上月光，想你的荒凉，冷漠都被黑夜埋藏。地不老天不荒，我等待更漫长，赌惆怅一身红粉衣裳。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，苦苦思量你的身影离我多远，敷了眼抹浓妆，泪水凝结成霜，梦醒叹息中夜未央，风吹过了解开了一张也就是说，是他自己也要从军了。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，你只需要乖乖长大，乖乖的出嫁，乖乖的做个爱臣民的小皇后。那楚子夫要敢欺负你，你就叉着腰骂他。以后要是有了小太子，你一定要亲自照看，千万不要给宫女和太监啊。楚子夫会对你好的，你要幸福。哥，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你别失望。你会做到的。我只等一个人，他回来我跟他走，他不回来我就一直等。他死了，我念经超度，
你必须要幸福，至少为了他，我就算了。人肉盾牌，必死之身，不能言爱，不能担负爱，但至少我有一颗心。你如果不幸福，这颗心也是会流血的。去看看他吧。没吓到你。今天好像不是告别的日子。你是对的，是我执念太重了，可能对你是一种负担。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要送我礼物吗？你快拿给我啊！你送我的东西肯定能保佑我一辈子的。所以你是决定要离开，对吗？哦，我先打开看看。这串珠子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的。从小就是我的。从小？从我记事起，他就没离开过我。你怎么了？绿影，绿影，你怎么了？绿影。绿影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啊！不是你的，你告诉我，这串珠子是从哪儿来的？有一个人跟你说过同样的话，问过同样的问题。老板。哎，要点什么？要一刀纸钱，好嘞，一副香烛。老板，买二两盐吧。好嘞，稍等一下，快点啊，我还赶着去抓药呢。这位壮士，这只兔子是你打的吗？是啊。看它肚子这么圆，是要下小兔子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这只兔子卖多少钱啊？你要买啊？嗯，看起来实在可怜。兔子这东西啊，山里多的是，下了一窝又一窝。可怜什么呀，反倒是人可怜的太多了，你呀可怜不过来。谁让他被我遇见了呢？便宜点卖给我吧。我家还有病人等着吃药，
便宜不了，两吊钱，要不要？都给你。给。哎，给您。好了。老板，不用忙活了，我不买了。小兔子，快走吧，带着你的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生活，别再被猎人给抓住了。走吧。孩子，你爹因为延误了瘟疫灾情被皇上降罪，他走的时候一心惦记的不是自己被冤枉，而是我们娘俩。现在娘也陪不了你了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娘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娘，女儿来了，女儿来看你。原谅女儿一直没有来，是因为我怕我这个样子会让你们伤心。可是爹娘，女儿真的是太想你们了。知道啊，要打仗了，这一仗啊不知道有多少死伤。寺里的师傅们慈悲众生受苦，举行祈福法会，但愿少些死伤啊。哦，这样，那我们也跟在后面好了。师傅，事情都办完了。
烈阳，对不起。爹，娘，女儿不孝，难得来一次，连纸钱香烛也没有预备，你们原谅我，我会再来的。姑娘小小年纪，手法如此精妙，想必是家学渊源了。姑娘看得出精妙来，说明你对医术定不陌生。我出来的匆忙，身边没有带信物，这包银针全做信物。你救了他，就是我的恩人。
大恩不言谢，姑娘以后但有所命，只要不伤天害理，我无不从命。没关系，遇到了就是应该的。更何况银针虽好，与我这一介风尘飘零之人却无用武之地。听姑娘言谈落落大方，唯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想必大有缘故。你在猜我是什么人，我也在猜你是什么人，居然能调动官兵来保护你。我不是能调动官兵，只是知道遇到紧急的情况，可以向附近离我们最近的军队营房求救，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原来如此，若姑娘不肯摘下面纱，可否让我知道到底是谁救了我？我是一定要报答的。不用报答，我的身份也不是什么谜，我只是万花楼的姑娘，并不是什么闺阁淑女，不摘下面纱主要是怕吓到你。你居然不害怕？姑娘以前一定很美，是一场意外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懂一些皮相，也多少知道一些骨骼轮廓。姑娘骨骼清秀，五官俏丽，肤光胜雪。若不是被毁了容颜，我会是万花楼最漂亮的姑娘。对不起，我不该。没关系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当今的世上，竟然有人能够看透别人的骨骼轮廓。此等艺术非常人所有，是我失敬了。末将见过国师大人。你可曾听说过这张图？图？海陆华夷图。那图不是个传说吗？传说中的上古宝物就在将军面前，你不想看看吗？此图只有掌握国家命运的人才能看，无害不能看。我现在将此图托与将军保管，望将军死守边关，保我天楚寸土不失。无害万死，必不负国师重托。春奈何花落谁叹，夜萧萧风吹人散，问前世的情缘，灭此生的残念，海角飞回云烟，天涯花骨之间，梦里沙翩翩，转身只为今世忘却，一眼陌路花满想的脸和苦痛的黑月，幻化成凋落的残叶，转身只为来世遇见，一念之间爱千年，用笑的哭的滴入的思念，化出黑的灰的五彩的天边。
幻化成掉落的残叶，转身就